Hello， 我们来这里住两个晚上啊，我们今天刚刚到，然后等我们先在这边登记吧，然后我们去房间看啊。酒店好像在热带雨林之中啊，旁边都是山，后面就是海滩了。前面就是前台啊，我们去，先去房间。Hello， 大家好。不知道，不知道。好的啊，行李的话，他们等下会帮我们拿过去哈、啊。那我们就去，先去房间前台。啊，先量体温，靠靠北楼那的，靠赶海楼了。好的，哇，什么神马？是马还是龙还是什么东西？好，这就是前台啊，我们是来住房的。这个是 welcome drink， 就是欢迎光临的饮料啊，应该是橙汁啊。阿老妈，好吃，好喝。Oh my god, this basketball. ต้องทานนำไปสิเราไปเล่นพวกอะไรก่อนดี这是酒店的大厅啊，然后这里是餐厅。现在是还是蛮便宜的，哇塞。这个游泳池也太美了吧！哇塞，前面就是大海，好漂亮！但是好像没有什么游客耶，因为又是那个疫情的关系吧。我们要去玩那些射箭啊什么的。要等一下看，毕竟看到我了。好的，我们的小岛就带我们过去啊。啊？好的，酒店里面这边有那种小型迷你的那个高尔夫球场啊。你看，这个酒店有好几十年了，但是他们重新装修以后还是蛮新的。这边是打高尔夫的，我们先来打一下高尔夫吧。妈，看到拖奶，好的。Oh my god！ 哇！ตามองลูก ตามองลูก ตามองลูกอย่างเดียว แกว่งดีๆ ว้าว เขาบอกว่าขาสำคัญหน่อยนะ ต้องจริงอ่ะ ว้าว这边还有乒乓球เก็บเขาอ่ะให้มันเข้ากันโอ้ย
พวกเจ็ดมินิกอล์ฟคานูเขาบอกว่าแอบซ้ายคานูออกขวาเฉยอันนี้คานูบวกหนึ่งบวกหนึ่งจากเดิมเท่าไหร่ช่างเขียนใต้ตามครับเขียนใต้ตามเหมือนตกปลาเลย好的我们到房间咯这是厕所你虽然说这个酒店啊好像有几十年了吧但是应该它有重新装修过吧还是蛮不错的啊浴室这是厨具箱啊然后这是床哇塞可爱的大象然后这个是沙发床外面还有沙发哦大概就是这样还蛮不错的我现在在海滩上啊哇沙好白哦这里是私人海滩其实泰国是不可以有私人海滩的一定要是公共海滩的但是因为这是酒店前面嘛这边旁边的居民也是没有都进不来嘛所以就是归酒店所有的看这白白的沙滩哇塞这里是海边的自助餐厅啊应该是晚上6:30才会开放上面的话就是已经开放整天开放了这个等下我们来试看一下啊哪一个比较 OK 好的现在我在酒店前面的沙滩上它这边是私人沙滩啊你看这边有这些奇奇怪怪的这些装饰来这边拍照然后呢这边前面是自助餐这边呢你看等下的话等太阳落山的话灯光就会亮起来就是 relax 就是自由自在啊休闲那种意思啊然后海浪你看现在这个时候是最佳的时候就是没有太阳嘛不会他们嗨我刚刚来玩你看都已经很黑了哒哒耶这个是楼梯然后这个是香蕉饼什么东西不知道甜品850泰铢一位啊850泰铢一月的话我们是刚刚有说了啊三个大人两个小孩是免费吃的这个是蔬菜炒饭意大利面这里是坐的位置啊就在海滩前面哦这边是海鲜肉串烤猪
肉卷披萨。Hello， 都坤，我们在海边吃饭啊、哦！你看这个环境。海鲜。ไอ้คุณจับปูเป็นนะจ๊ะ Relax我们在海滩抓蟹啊。好，这里是酒店的早餐区啊。人还是蛮多的。这边是咖啡啊，糕点。你被冷吗？蛋糕区啊。糖果酱料，这边是饮料，这边是沙拉区，水果饮料加工区啊。这边就是主食区了，咖啡、面条，这边是鸡蛋啊什么的，粥。好，大概就是这样，它有里面和外面两个地方啊。早餐区啊，它有外面跟里面的，对面也是，人还是蛮多的，在这个时候。你看，里面全部都是。有没有人想下象棋啊？国际象棋。You are any leader? Let's try. Everybody jump. 好清澈的水。喂。喂，终于醒了。哦。来呢，来呢。好棒啊！我厉害。好棒。ไม่ได้อ่ะต้องทำอะไรอ่ะต้องมาซื้อไม่ซื้อเลยนี่ต้องถ่ายไม่ต้องถ่ายนะเจ้าเฮา要不要来荡秋千呢
我是泰哥，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点击订阅，开启小铃铛。那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